大家好，欢迎来到 MAR TV。 在今天都市甜宠剧暖暖请多指教正式宣布定档了，将于5月13日迎来首播，由李凯欣、梁靖康领衔主演。剧情上是一部甜宠新喜剧风格，讲述了女团练习生刘暖暖在出道失败后不得不找一份工作重新起航，却阴差阳错下与有着重度洁癖与强迫症的天才艺术家韩彻同居在了同一屋檐下。一个是个性率真不拘小节的元气少女，一个是高冷傲娇洁癖又自立的天才少年，个性与生活轨迹全无交集的两人从而展开了一段斗智斗勇又啼笑皆非的甜宠日常。整部剧除了甜还是甜，喜欢看发糖就一定不要错过啦。暖暖请多指教将于5月13日首播，记得订阅我们哟。